别的，我们歌手都想那么久，黄队最后的机会，来一比零，目前你们还是输的哦。答对两题就赢，答对一题平手，答对零题黑队还是获胜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哦，要给哦，准备了，开始。有没有水？一，时间到。啊！开始，快点啊！我们歌手都想那么久。5秒，3、2、1。好，把亮，可以把亮吗？可以把亮。完了。我不行。一个箱子飞出很多东西，鞭炮。放风筝，风筝锁定，风筝，恭喜，风筝，恭喜，风筝。哪些风筝？我要讲一句话，如果 key 了一个人的话，就猜对了。好，最后一题的机会啊！哎，谁猜？我猜。好的，这是你们最后机会哦！加油！可以打平哦，要不然就输掉哦，人家都要封王哦。好，来，15秒的时间哦，加油！啊！加油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来下面一个。开始。小学也对。5、4、3，他是在补歌。2、1，时间到。好。快，开始。你觉得够了也可以啊。够了你就签名。弱化，回信哦，对，先回信回邮的，你再跟他亲，静静哦，3秒，时间到，停 ，OK。它概念是对的，远观看起来像蛋糕啊，可是蛋糕会不会看到上面又没有蜡烛？那这边有个门。然后那个是人吗？所以我要猜什么？看起来像城堡，可是会有城堡这么简单？那就城堡了，锁定。正确答案蛋糕。城堡系，城堡系。Yes！好 ，Sudden Death。宙斯赛我提出，黑队答一次，黄队答一次，好不好？剪刀抽布，先打后打的意思。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先打。好，先打哦。好，那我画，而且你答错了以后就又轮到我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可以猜？我就画一个，有答案就我心中的答案。好好，那我就等他。等他。年轻机来了，是不是我们该没有演戏哦？
还没画完了吗？还没画完了。其实已经画完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成语。成语。好，我先写一下答案。来，我只能说我并没有画完整。不是什么糖的吧？哎。成语，对啊，应该是吧？因为宪哥其实蛮有艺术天分的，就是他画的应该是一个圈，一个圈起来，农场，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只一样的东西，这几个就是他的对脚，但是因为丢丢丢之后，他就会。我在想，答案应该是，应该是亡羊补牢，锁定。你们有答案吗？我们也是想猜亡羊补牢。耶！耶！你会，你会啊！你懂啊？对不对？我是画了一半，哎，厉害，很厉害。他真的画得很好啊！好，恭喜黄队获胜。